家有看台剧《想见你》吗？里面的很主要的，听说听了这首歌呢，就可以穿越时空。大家等一下，我为大家演奏完，看大家有没有穿越，好吗？大家现在呢，线上的一起收看音乐会的朋友累积到700人了，感谢 Danny 哥，感谢线上所有每一位有分享这则直播的朋友们啦。那现在其实全球呢都处于一个相当，也不能说人心惶惶，应该